我们看这一题，那这一题怎么算会比较好算呢？这一题当然是用那个 a 平方减 b 平方的公式。那不过这之前哈，我们先把它整理一下。这个六跟它呢合并了，我这里有个个十百千万一万，好，四个零，二十四个零，啊，减掉多少？六减那个十一是负五了，平方啊，减掉多少呢？一万。那一减十六是减十五，平方啊。那这个会多少呢？这是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就这个减这个是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一万的话就消掉了。好，那负五减掉呢，负十五就是十啊。啊，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两个呢相加，这两个相加就是两万减掉二十啊。那两万减掉二十的话，就等于那个一万哈。9980，哦，两万减二十，一万九千九百八十，那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是1998，啊，后面补两个零，哦，所以答案是1998，后面补两个零。